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中P543第32次的直播，今天的直播主题是养生气功，返老还童。我们今天邀请到贵宾是张国德张副助理总监，我的教练啊，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那个返老还童气功协会彰投区南投小区的副助理总监，是，我叫张国德。张国德张老师啊，他是在气功这个领域啊他一直在教导我们 啊我是他的学员啊。那他自己本身呢，他其实是并不是在学气功的啊，他刚开始是念亚东工专，这现在亚东大学的纺织工程啊。那后来他曾经在这个歌德企业担任过总经理，那之后呢，在这个一言政治公司担任过厂长，所以他其实是大部分都在工业方面啊。那现在他是在富居窗帘担任这个南投店的经理。那我在这里头有几张照片是当时跟张教练一起拍照的，那这个是在彰投区中心的练功场，我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是我们当时彰投区，就其实是中心村的，没有，就是那个我们去用餐在无线馆那边，应该是对，这个是他庆生会二月份的庆生会的时候合拍的，庆生会拍照的。那张教练在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哈，这个是张教练跟我们的师姐哈，跟一起举杯跟祝贺大家生日快乐哈，生日快乐，同一天，对，同一天，他同一天哈。那这个其实是在那个张松山师兄那边啊，在师兄那边待在对对，在那边用吃早餐的时候拍的照片，拍的照片。那这个是在这个在南投的文献馆练功场哈，练功场在那边练功的一个场景哈，练功的场景。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南投的这个文献馆哈，文献馆我们大家在那边合拍和照片，好拍照。所以其实我们练功其实每天早上都练哈。那我们上一次曾经给脸书朋友讲一个返老还童的故事哈。我们就讲返老还童这四个字怎么来的，就是我去查的资料，就是有一本书叫做神仙传，因为气功其实是道家的功法，道家功法。那神仙传这本书大概是成书在公元三世纪，那现在已经大概1700年前，那当时大概是我国的西晋时代，当时呢在这神仙传里头它记载了84个神仙故事。那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好，汉人也好，就每个人都想成仙，长生不老，所以神仙传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神仙传里头就记载了一个这个返老还童的故事，那记载返老还童故事，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说这个返老还童气功的名字的由来。那当时我们的这个目前台湾的练功场有应该超500-600个嘛，超过620个，所以非常多。对，那好像老师也把这套功法传到了泰国、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香港很多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是。那所以当时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神仙传这本书谁写的啦？我们有几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葛天，第二个答案是葛玄，然后第三个答案是葛洪，第四个答案是葛优，然后第五个答案是葛密，其实这些都有其人，葛优还在世了，大陆演员，那你知道是谁吗？葛优好，不是葛优啦，我知道不是葛优是一个梗，对，那是我不知道，真正我这本书他其实是葛洪写的，葛洪写的，那葛洪这个人就是他当时因为两晋时代的东晋西晋魏晋南北朝，因为国家很乱嘛，所以很多人就产生了这个神仙的这个思想，然后这返老还童，它其实是记载一个汉武帝时代一个华南王的故事。那华南王的他的名字叫刘安，然后他写一本道家非常重要的经典叫《淮南子》。是《淮南子》。但是刘安因为他年轻的时代他就很向往这个神仙呐，后来因为他跟汉武帝有一些就是宗族的这个不愉快所以汉武帝就怀疑刘安要叛变。那刘安当时有做了很多神仙，那他一直寻找这个长生不老之药了。那有一天有来了八个老人，那去跟刘安跟他讲说，淮南王，我有一个方法，我可以让你长生不老。那他的门口的这个看门的就进去通报，那他就很开心的出来迎接。出来迎接之后，发现居然是八个老人，所以他大失所望。
他说你们都老成这样子，怎么还可能长生不老呢？怎么还可能返老还童呢？就讲这样子。然后这八个老人说，你不要小看我，你是要返老还童吗？然后他就转一个身，就变成八个童子。是是、哦、啊，所以这华人子，这华人王就觉得大惊失色，就请他们进来。请他进来，然后这八个人就跟他讲说，你会有一场大祸，哎，皇帝准备要杀你。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说，那这怎么办呢？所以这八个人呢，他就炼制了仙丹，道家要炼丹嘛，炼丹，啊，然后就给他们，对，要炼丹。炼丹之后呢，那就跟他讲说，如果皇帝要杀你，就全部把他吃掉，你就变成神仙了。哦，啊，所以他记载着这个所谓的返老还童故事，八个这个老头子去拜访他，然后跟他讲说，他有这个方法哈。所以那是记载这个故事，但真的假的我们就搞不清楚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你当然你是为什么跟这个气功结缘呢？的故事可以讲，练功练多久了？怎么跟气功结缘的？因为我长期对运动都有保持早起运动的习惯，早起运动习惯，对对对。然后机缘应该是在3年前吧。我一个我四叔，因为我四婶哦，他有罹患一个那个肺腺癌。非常默契。那他也是，我们知道罹癌的人哈，他尤其到末期，他只要有人家说吃什么药会好，他就会吃，马上吃。对，因为疾病乱练什么功会好，他马上去。啊，你做什么事会有帮助，他就马上去做。对。然后他也经过很多医学不说了，就光是运动就接触很多。对。再后来有就有人介绍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参加返老还童？我那个四婶是住在台北土城市里、那他就真的就去试试看参加返老还童、结果他的肺腺癌从还没练功跟练功后一段时间癌症指数很明显的就降低，所以他现在还活着吗？对对对对。哦，然后刚好有个机缘，就是说，因为我们南投区是一个沙漠，返老还童来对返老还童来说是一个沙漠，所以你就跟着你四婶，就是还没有练功场。哦。然后那个台北协会的那个那时候是算是理事长哦，那个廖理事长，对，然后廖俊豪理事长，他就发愿想说来南投开个练功场，来南投播下一个种子哈，让南投县开始有练功场，然后他因为我那个理事长跟我的四婶很好，他们是同样是那个练功场，板桥土城那边的、都有熟，是。然后他说他问我四婶说你草屯南投草屯有没有认识什么人可以来练功或是来赞助，对。那我四婶就毫不思索就叫我来，那当时我想说。那时候我刚好每天早上6点都会在草屯中正公园做5000公尺慢跑。哦，我慢跑好几年的了。哦，是晨泳啊，打网球，我很喜欢运动。然后那时候我师姐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帮个去看看，如果最好是能够参加去练。”对。那当初想说我捧个人场吧，就找我太太，就是庄家人去一起去，然后去练。第一天开场。场面还蛮热闹的啦，我觉得你返老还童的干部的教练有个特性，很和善，很好酒喝，蛮热情的啦。我想说，那天第一天不太好，就练完了嘛。那他就请我们吃免费早餐，然后结果想说第二天还不要去呢，然后那理事长就说：“年轻人，我看你。”身形各方面都不错哈，你是不是明天继续来练、然后来练是那段时间试试看，然后就这样子练个几天后，他们就叫我说你要不要当个班长来带、所以你是、所以你是跟明月教练一起练就对了，对对对，一起练就对，那就误打误撞，其实也不是说我想找什么气功来练，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一练就觉得，所以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哦。就是3年前，因为四婶得到这个癌症，然后他去练功，然后得到改善，所以你因为他还是当时要来这里开工，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缘哈。那因为你之前一直有在运动的习惯，那这种气功养生它的原理，因为我常常看到我们发行的刊物哈，里面有讲精血的原理啦，练功的方式啦。那依照你这练功3年多的一个经验，你觉得这个气功养生它的真原理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其他的气功我是不清楚，但是我们返老还童气功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气我们讲气，
一般西医没有人在讲气的，对，中医会讲气，对，我们大家要讲气。那气是什么？经过现在科学验证，是真的有气这个东西存在。啊，气它本身它是一个细胞与细胞之间的沟通的一个、那个电波光粒子，对对对。那它们沟通高速运行之下会产生能量，哦，那我们就称为气或称为能量。它所以它是其实是一个高速的离子，对对对，它是一个电子，对，细胞之间的电子互相沟通，那高速运行下产生的一个能量。那我们换了好像气功，它的原理就是透过我们的内压力，让你身体产生内压力，就利用呼吸产生压力，对，产生压力，就是用闭气压气，让你的身体产生内压力，然后用这内压力去推动你启动你的淋巴系统，然后进而把废气排放出来，排出去，借由你的口那个口跟你的皮肤把废气排出去，然后再大口吸气把新的氧气吸进来，然后让身体进行一个那个气体的交换，然后可以让你启动你的五脏六腑，对，然后各个器官是，然后让你的细胞更活络，然后就达到一个可以健康、可以强身的目的。所以你练了三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那个体能也好，或者是说那个活力也好，都更好？还是我自己是不自觉的，但是很多人说我的面容会变得比较光亮，对对对，会比较光亮。啊，其实那个我们那个返老还童这个词哈，就我所知哈，最早是从那个太上老君的内丹，太上老君内丹经里面就出现过这个词，是，对，他是说哈，福练大丹者哈，练大丹就是练你的丹田，练大丹者哈，固守炉灶，固守炉灶就是把你的炉灶，我们讲炉灶就是坤炉，就是你的正丹田，就是你的丹田，那个肚脐下三寸的地方丹田，那烦恼，他是说福练大丹者，固守炉灶，返老还童，那功成行满哈，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水。是的，太上老君的内丹经，对对对对，那他有，他还把每年练功的你的成效，他就要把你讲出来。对，像第一年的意气，意就是争议的意哈，第一年意气哈，在第二年意精，在意脉，在对，然后第四年意肉，所以我现在应该是进入意肉这个阶段，就说你的皮肤会比较饱满，比较光亮，皱纹会减少，斑点会慢慢不见。是对对对对对，每年都有会做增进，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张教练有特别提到哈，练这个内功的这个方法啦，还有它的这个这个功效哈，就是说他从刚开始练气嘛，然后练筋啊，然后练脉，然后再练肉，不是练肉，它会增益你，增益你的那个练会加强，会加强，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很不错。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其实是一个，就真正去考据哈，太上老君这个《内经》其实是后人写的，因为太上老君，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老子的化身嘛，那有这个，但是就是他是道教后来的一个说法，后来一个说法哈。那在道家经典里面有很多像《黄帝内经》的哈，对对对，《黄帝内经》也是讲，有人说《黄帝内经》是中国第一本医学书了，医学书。然后这老子的《道德经》啊，还有这个太上老君《内丹经》，那这套功法它基本上是依循哪一个经？我们是结合上古时期的像伏羲氏皇帝他们的那个经络脉络原理，还有再加上其后中医跟形成中医的《黄帝内经》的理论，再加上那个上古那个古瑜伽古名的那个还有印度瑜伽的这个，还有那个佛陀成道修炼功法，对，这个当时创造这个功法老师是叫做这个是我们那个蔡良安老师，蔡良安老师，对对对，他大概他创这个功法，因为他好像原来是一直在练相关的一些，对，他自己对这个方面修炼方面，对对对，对。那从最早是成立了那个潜能气功协会，潜能气功协会，对对 对, 對，然后后来才成立这个，成立这个，所以他是那他应该是对，他是在2008年看到电视那个一碗面的故事，就是四个，这五个小孩子就吃一碗面，吃一碗面，为什么会五个小孩吃一碗面？原来他那个孩子的爸爸在生病，妈妈又罹癌，
是啊，全家的经济就陷入困顿，嗯，哦，那就五个小孩吃完面，所以他发心来做这件事。然后这个他那个蔡老师看到这个情景，他就非常的非常难过，嗯，然后就想说，为什么你一个人一个人离癌，全家就会经济就陷入这种情景，所以他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协会也有一个一个黄癌的致癌的时候，对对，我们后来我们的，它是以治疗为主吗？还是以辅助，对，辅助癌症的辅助的一个协助中心啊，协助中心。没有，我们现在也会有会在大内哈，台南大内，台南大内，它是一个全世界唯一的，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哦，就那个免费的癌症养生中心，哦，免费提供癌友30天的饮食，哦，练功，我要调理。所以一个月就对了，可以做一个对对，免费，那这不错。对，那个尤其这种方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是是是，在台南嘛，对，台南是大内，大内区，对对。现在园区已经建到的，那个执照都快下来了。所以这园区已经开始没有，现在已经开始在动了，已经开始动，只是主结构主建组还。执照下来，所以这个黄癌的辅助中心其实还没有完工呢，对对对，还没完工，这已经筹备很久，筹备很久，现在开始已经开始要进入动工阶段的，好像我们在练功的时候，对于有癌症跟没有癌症，它的练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我们的功法比较特殊哈，每个人的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况，不同的那个身体的。机能会有不同的功法，所以我们还一直希望说你要练，加入我们黄老师气功，一定要诚实告知你有什么身体状况，有什么状况，我们将会给你调整你的练功的方式，调整你的功法，是对，让你达到最有效的一个健身啊，强身健体的一个功效，对功效，所以。我自己是练了一年多，就是我也觉得，这个功好像不错。每个人都觉得你进步很多。之前我是去练那个太极拳的，打了一阵子，然后去爬山了，然后现在是18式、17式啊，17式，但是觉得真的好像就流汗流的不够多。不够难。那后来因为有个机缘，就是去年我1月2号开始练啊，1月1号升旗典礼，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功法相当不错，所以一直是持续练下去。那这个功法，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练功时间是有一个最佳，一天当中最佳时段，是吧？对对。那是怎么可以讲？卯时，我们就一般都是卯时的一个卯时间，对对对。卯时，卯时就是大概五点到七点，五点到七点。那我们折中就找一个5点半开始练功。啊，其实有些练功场很极少数练功场是6点练功的，因为他是。可是当地的一个特殊的状况，对，所以他卯时绝大部分都是5点半，都5点半。卯时它是一个生阳火的时间，哦，生阳火，第一个哈，它是太阳刚生来，最纯净，公鸡嘛，卯时对对对，它空气最纯净，哦啊，氧气浓度最高，对对 ，PM 2.5的浓度最低，太阳刚出来嘛，太阳刚升起就是生阳火。我们讲祥瑞之气哈，三两开泰，就是大概是这时间。以前《西游记》里面写了一个卯日星君啊，卯日星君其实是一个鸡了，哦，就早上鸡啼嘛，就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义的神，其实就是这个卯，哦，卯就是太阳升起的意思，就5点到7点，5点到7点，所以而且这时候是那个手阳明大肠经最旺盛的时候，哦，你大肠蠕动最旺盛，然后你就5点半那个，那个大肠经主排泄嘛，对，主，然后你在这时候练功，你会把你身上的浊气，比较废气、比较不好的东西哈，透过你的嘴、口，还有皮肤排汗，把它排掉。对，然后接下来的辰时就是7点以后嘛，7点到9点，那是走那个足阳明胃经，足阳明胃经，所以练完以后再吃早餐，那时候是吸收最好。哦，消化最好，消化最好，它是整个连贯下来的，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功法大概是5点半到7点10分左右结束。那我听有些师兄师姐讲说，他晚上也练，晚上只能练静功啦。哦，晚上只能练静功，晚上不鼓励练动，练动气功，就是瑜伽这个部分，瑜伽这部分，瑜伽还可以多做啦，那可以多做，对，因为它是静功嘛，静功就是说你跟早上的空气。那除了练功时间之外，那练功人的年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们不分年龄，然后不分
身形，你 不管什么人都可以练，都可以练，任何人都可以练，只要你还活着，还活着就可以，都可以练，对。对，所以这个功法完全不用钱了、啊，对对，这样子是非常棒，简单易学，有效，免费。那如果看到我们这个中平五四三的直播哈、他想要说，我要想要参加这个，他要。在这个地方有哪些地方可？你可以除了南投的，除了我们中心新村的这个文献馆之外，还有哪几个地方？我们以南投八，南投有八个练功场。南投就有八个练功。对对对。草屯中山公园有一个。哦，草屯中山公园。草屯的那个中原国小。中原国小，中原国小，是是。在那个北四南里。北四南里就是那个。中原里那边。草屯交流道那附近的。对。国六。国六草屯交流道附近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新庄国小。新庄国小也有，草屯新庄国小，就草草商的隔壁。嗯嗯嗯，它跟草商是相邻的。相邻的，对。如果在南投的话呢？还有个南投，还有康寿国小。康寿国小，对对对，康寿国小就在那个蜀立医院旁边那个康寿国小。以前的省立医院，现在是蜀立医院，现在是那个南投医院。现在不是叫蜀立医院，现在叫卫福部。卫福部的南投，现在改卫福部了。对对对。然后竹山高中。竹山高中。鹿谷国小。鹿谷国小。还有一个。那个最新开一个那个彰化的分园，分园场，我们上次那一天去练的那分园环保公园，环保公园，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你的练功场，对对对对，无限馆，无限馆练功场，对对，是是是是。那如果脸书的朋友，如果你临近这几个地方，你可以就近去哈。五点半去也可以，六点去也可以。你到那边去。如果在外县市，你可以上我们官网。上官网去。上我们环岛环农官网，可以查到各地区的练功场的地址。或者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下面留言哈，说你想找，那我们会找人去找你，告诉你说，你在哪个地方练会比较好一点。那我觉得气功对一个人来讲是真的很有帮助，这东方非常特别的哲学想法。然后加上身体的一个练习方式，特别是利用呼吸的方式带动这个经脉，然后利用经脉来带动这个气息神经，让人的有一点，我觉得自己有一点是那个细胞好像被叫醒的那个感觉，然后所以这个功法其实是相当不错。那你有对这个练功有没有什么禁忌啊？可以讲一下吗？有什么禁忌？禁忌啊，例如说吃完饭不要练，或者是之类的，还是没有？没有，他所以有些，比如说你有开过刀的，有开过刀的，开了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开过刀三个月到半年，基本上我们是就是可以来看，但是不要练，但是不能压气，不能压气，就是很合作和缓的，比较和缓的动作，对对对，还有如果有。像心脏心血管疾病哈，视网膜剥离的哈，刚开过刀的，女性经期，是怀孕的，那些你就是要练的时候你要告知我们，要告知我们会教练还对，我们会跟你说你还是可以练，但是会跟你讲哪些东西要注意，哪些动作要注意一下啊，什么东西不能，哪些动作不能做，对，对，练功，可以吧？对，没有，可以继续，对。练功怎样？没有练功，我们是希望说你要保持你道体的健康，所以我们希望说你作息正常，对对，没有，不要喝冰水，不要喝冰水，不要喝冰水，油炸类，油炸类少吃，刺激性啊，腌制品少吃，这些尽量，但没有说一定要，没有说要吃素了，这样少吃，没有，没有要吃素。其实我们如果除了你有宗教的信仰之外，我们是。比较鼓励吃荤食的，所以其实虽然我们是练气功，虽然是道家的，但其实很多基督徒啦，对对，天主教徒啦，都来为了身体健康都有来了，所以我们很多师兄师姐都有这样一个部分。其实练功除了练健体以外，哈，还可以练心啦，练心，对对对，让安心的安神，对对对，很有帮助。没有练习就是把你的心智练得更宽广，人会更快乐，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个养生气功欢乐欢乐啊，今天非常感谢张国的张老师啊，张经理啊，对，张教练啊，那特别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个欢乐欢童气功的这样一个心得啊。那我自己在这中间其实也受益很多。下一个主题我们也是讲一个农业主题，下一个主题我们是讲台湾农产运销面临的十字路口。究竟是要当农夫呢，还是当农神？当农夫还是农神？那我们在这里头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农业哈，它有所谓的传统时代，就是靠我们讲这农业这个 1.0 哈，就是完全靠人力，靠人力。那农业 2.0 就靠机械，靠机械来耕种，那就是强调量，大量生产。那这个农业的 3.0 呢，就是靠这个一些科技，靠科技，靠资讯，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从这个量变成质了。那现在我们进入所谓农业 4.0 的时代，那农业 4.0 的时代就强调这个农业呢自己种，然后自己管理，然后自己运销，自己卖，自己上网，就是等于十八般武艺都要会。以前做农只要农物种一种就给人家卖嘛，后来因为有很多那种所谓的中间商的问题啦，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太好。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进入所谓农业 4.0 哈，农业 4.0。那在农业 4.0 的时代，就一个农夫他可能一个现代农夫他可能要十八般武艺都要会，他可能要会耕种，然后要会怎么懂得怎么制造。懂得怎么行销，懂得怎么上网，对然后他可能要知道很多东西，所以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当一个现代农夫在农业 4.0 的时代哈，当一个现代农夫他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有几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耕种的知识，耕种知识，那第二个答案是文化的知识，那第三个答案是科技的知识，那第四个答案是行销的知识。第五个答案是网络的知识，你认为哪个答案是正确？其实这个可能没有一个一致的见解。那我们下一次找到一个农经的专家，他是在美国在乔治城拿到一个农经的博士，黄万传黄老师，他其实是以前我们中州科大的副校长，也是我的长官，然后他后来在中州科大担任讲座教授，兼任副校长，那后来他原来在中兴大学的老师。那离开中州之后，他现在在亚大亚洲大学，那他也曾经在泰国一些学校任教，所以我们找他来。他最近出了一本书，跟这个有一点关系，所以我就特别请上来讲说，在农业 4.0 的时代，那我们一个想要有心从农的这些人，他究竟要具备哪些知识，那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下一次的主题我们叫做台湾农产营销面对的十字路口，究竟是农夫还是农神？农神的意思十八般武艺都要会，这农夫还是农神，这是我们下一次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就再次的感谢我们的非常难得的我们的助理总监郭德老师来给我们分享气功的一个好处，还有练功的一些方法。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直播，请你帮我们点赞，帮我们分享。再次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感谢。谢谢大家，谢谢总编。